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百年明专上更一第四号判决。这判决非常的神奇，就是一直在争执一件事情：细征专利，专利申请权的这个专利范围的第一项泡棉中间部位。这个太好了，我们刚刚讲到中心设定，又来一个中间的界定。这个图就刚好。OK， 太好了，各位。请大家，你可以看一下我后面有画一个附图哦，这个图有一个非常的附图。这个判决其实就是看一下，大家平常很少看到专利案的相关的判决，所以我们今天收了不少相关的判决，也省得大家到制裁法院去找。这些都大部分都是制裁法院自己选入的判决。请问一下，假如这是一个泡棉，这是一个相关的东西的产物，大家觉得什么地方才是中间？啊，中间在哪里？是这个地方是中间，还是这个地方是中间？哪里是中间？好，一般的文艺，好 ，OK。说明书没有讲得很清楚，法院审酌之后发现这件事情。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好玩的图，在这个判决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图。然后呢，这个图示是说，权利人说，只要没有到旁边的地方，通通跟我算中间，所以偏上、偏左、偏左、偏后，通通都是中间。那这样子太中，它的范围中间范围很大的时候，就比较有可能套住别人的东西，而造成有一个人一个以上的人的东西被控侵权嘛？对，那被控侵权就说不行啊，你的中间当然是只有这一点点小小小小小小的范围叫中间呐、啊。你哪可以什么地方都叫，只要不在旁边都叫中间哦，只要不在边缘地方都叫中间哦。对，好，双方就是争执，到底这个泡棉上面什么地方叫中间？因为它大概有一个东西，就是，好，我在目前看我没有看到，因为尤其是我们没有看到被控侵权的被控侵权品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但是多半应该是有一个偏上偏下。偏上下左右其他的地方，然后呢，我在想被控侵权人的东西，搞不好是在他的东西的中心点是在他的东西落在这个位置上，他可能这里有一个，比如说凸起物什么地方，好，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偏上，所以他一直在争执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到底算不算中间，在各判决上你看得非常好玩，好。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图示基本上看起来不像是置于中间。好 ，OK。解释申请专利范围应以文字为准。上诉人就说，中间与中央于国语文用字上均表示中间位置之意，就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表面字面将中间解释为泡沫之外外周以外，就是不是边缘的地方，通通都叫做中间。这就是典型的申请专利范围、权利范围没有写好，大家都要中间来、中间去哦。对，这个所以到底是还好，只讲中间哈、哦。这个我们不能自己再讲了，差点要讲成中什么字。对，哦，好 ，OK。所以说呢，那法院就认定啦，那你这边的部分哦，所以大家请看一下我这边画底线的部分，就是法院的判断了。细征专利权并没有在说明书中赋予中间部位特别意义，自无因下文而使此等外部周围可以互相粘合的叙述，而将其中间的部位扩张解释认定为泛指外周部位以内所有之范围啊。好，凯等范围即属于中间范围哦，所以在这边呢，偏上、偏下、偏左、偏右也都包摄进来。好，法院说安内美赛了。你的说明书没有这样写啊，那你不可以这样任意扩张你的申请专利范围啊。好，这就是一个申请专利范围的解释，基本上就争执了很久。好，这样看起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案子看起来是明专上更，表示曾经被最高发回过，所以看到有一个最高法院上诉理由状。
这个案子基本上是至少更一啊，那有没有更二还不太，我们现在没有仔细的看相关的部分。好，所以在这个更一的判决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部分哦。那其实这种案子，因为摄影专利范围的文字，什么叫中间的部位，所以基本上判断侵权，最重要就要解释专利申请范围。在解释申请专利范围一解释清楚之后，往往这个案情就明朗了，侵权不侵权，谁胜谁败就很清楚了。好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制造法院101年度民专上第14号，好 ，OK， 这也就回答了今年警测考题当中的一个小题。诉讼中解释申请专利范围为职权调查现象，所以就回答到我们刚刚的前面的这个判决100年民专上跟一，基本上法院有权利做一个法院当中的一个诉讼案件当中这个地方这个语词。这一段叙述当中应当如何解释为职权调查事项，不待当事人提出或抗辩，这是一个法明确的所谓法律问题。好 ，OK。哦，所以大家请再往后翻到就是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东西什么地方是先前技术，自属法院得用于解释申请专利范围之内部证据，申请解释专利范围解释为法律问题，并无辩论主义之适用，是以本院自应依职权采用上开 M277143号专利于解释细征申请范围。好，对，然后他已经提出了另外一个判决，是促使原审法院注意这个专利为先前技术。好，对，好，这是民专上，就是这个已经上诉到二审的判决，所以他在指责一审。原审法院于解释细征专利申请范围时，未使用上开内部文件及 M277143号专利，自然有所未洽。所以，即使解释申请专利范围是职权调查的事项，可是如果权利人、当事人当时已经提出过一个证据，说这个东西是内部证据的话，在诉讼当中自然就会使得对法院产生一个资讯请求注意权。为什么不采这个证据？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内部证院证据，这个 M277143号专利作为内部证据优先使用？一审的法院即使不采，也应当续名理由。但是显然似乎是没有做这件事情。按照我们看到这个在民专上上诉到二审的时候，二审法院的判断，好，所以这种情况，哦，所以应该是说，那他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又补充了一个新证，一个看起来像是上诉时提出的证据，就是这个 M277143号专利，也认为这是二审也认为这一审已经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补充，而且是法院职务上所依应职权调查证据，自符合民事诉讼法47条。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就变成在讲民事诉讼法。原则上，民事诉讼法47条所规定的二审再补事实理由证据，就有严格的限缩，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对照的审级利益。好，那原审就说这个一审已经讲过啦，有提出过，但是原审未予注意。好，这是职权调查应调查而未调查之事项，因此这个部分应该准予提出的一个部分。好 ，OK， 然后我们继续接下来讲均等侵权。均等侵权是说，申请专利范围的每至少一个请求项中，每一个技术特征要素，或是其均等简单置换的范围，都可以在被控侵权物中找到。所以它原则上是导致一个横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他人对专利很细微不重要的地方进行修改，以规避专利法对权利人的保护而产生对专利权不公平的情形。
那要是有一个很像一直被提出来，就是绕月这个东西，那